十五尺的啊，一样都是十五尺。十五尺它最多少？三十。所以一半多少？十五。所以那中间在哪里？12+15，二十七。所以这有一个，然后这里120度有一个，这有一个，这里呢？好，我们开始喽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来，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画出三个圆心，然后顺便跟各位讲一下，因为我们是做边界，你如果上面的都不开洞的话，盖起来里面看不到这个东西，外面就一块板子，所以压克力是没问题的。那上板我们就要挖洞，下板如果可以也挖洞看比较清楚，因为它会透光，它感觉比较透光比较好。所以我们待会就直接去修改草图一，我们有两个草图，记得吗？草图一，我们从草图一去修改，用刚刚的方法哦，把它修改好。能够把草图一的复制到这底板那里的话，想复制到上板，刚刚的技巧完全一样哦。来，开始喽。